都说我俩不错，携手度过，换了住所，日子算有了突破。带点天旁人羡煞，我们的梦想逐渐兑现。但为何觉得这样的我们越来越像彼此的过客？同床异梦如此荒谬，都很快乐，都很寂寞，这关系早已熄火。太小气，太有名，形同陌路，却又如此的靠近。得到想要的，怎么不笑呢？我们不晓得，看起来好像不错，其实也还好。别演了，别骗了，只是懒得再寻找。看起来好像不错，其实也还好。是谁演了？谁倦了？谁变了？无话不说。